经理，怎么样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我是不贪小便宜的人吗？拿回去。什么事啊？哦，经理，这是我表哥。经理好。今天带他过来应聘保安的。不管是谁，应聘就必须公平、公开、公正。嗯。问题问题，如果回答上，明天过来上班。经理，你问嘛？嗯。你做保安，晚上巡逻的时候，看到一群人在偷一根钢筋，我给你两个选择 ：A. 上前拦截制止 ；B. 打电话叫人拦截制止。经理，我觉得应该有个 C 吧。C 呀。我小时候没看见嘛，把他放走，完了跟上面报，丢了实车嘛。学长啊，你表哥人才啊！那是，干保安太屈才了。这样子，去财务当财务总监。好的好的。面试官，现在去上班。行，谢谢经理哈，我现在带他去报道。去吧。好。